自1928年陈氏第十七世陈发科公进京传权，定居北京后，家传陈氏太极拳在北京代代相传。陈发科公嫡孙陈宇老师自幼跟随父亲陈兆奎习练家传功夫架，他的发力松活精湛，快慢相间，刚柔相济，周身相随，犹如金狮抖毛。